会有一个车的介绍。因为我们需要容量差不多60到80辆车，所以之后呢就找到了这个方案，就把车全部塌起来变成15层的这个塔。车本来就是蛮好看的，现在我们把对的灯光还有转盘还有视频全部把它包装的好好的话呢，说服力，客户的说服力很强。